今次收到的 Cooler Master Storm Inferno 游戏滑鼠，能则均以橡胶质感的仿皮表面覆盖，并配以磨砂质感的左右基本按键。除了提供内建 128K 记忆体以记录用家动作之外，更可以自由设定滑鼠上面的11火按键的功能。滑鼠充双雷射感应器， X 同 Y 轴均为独立感应，提供 4000dpi 灵敏度。而因为日常使用的情况之下，太高的灵敏度反而较难控制。滑鼠上面设有按钮，提供5段变速功能。值得一赞的是，位于中间的滚轮位置设定较高，一般使用之下不容易出现错误按下中间其他按钮的问题。此外，滑鼠的头尾均设有红色的 LED， 为专注游戏之余亦都提供不错的视觉效果。以用11粒按键的滑鼠来讲，少不免需要配合软件才可发挥所有功能。除滑鼠而来的软件提供随意设定11粒按键的功能，5段的变速功能，包括 XY 轴的独立灵敏度调整， USB 回应速率，还提供汇集功能给用家预先编辑程序，再透过设定滑鼠上面的按钮代替游戏中经常需要重复按下多组按钮，非常方便。总括来讲，虽然并非以最高的灵敏度作为招来，但考虑到以如此多按键的滑鼠仍然维持不错的手感，以及附送的软件提供的功能，亦都足够同其他滑鼠争一日之长短。